Hello， 我是 Dio， 我来自 Starfire Efficient， 我是从事教育界的。我自从来了 SIS 之后呢，回去学校之后呢，我就重新 re-interview 学校所有的老师。因为在这个之前呢，我们都是根据我的喜好跟我认为他有的能力来分配职务。所以自从重新做了 re-interview 之后，我发现很多老师可能我放了他在领袖的职位，但是他其实一点也不开心。他或者是他没有这个能力而被我逼上了梁山。然后自从 re-interview 之后呢，我就重新排列整个组织架构，然后大部分的老师也比较满意他现在有的职务，也更愿意付出，所以大家相处得更幸福了。